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。你脚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 电话是在哪儿？许小姐的车胎被人故意扎破了。好酒量，哎，再陪我喝一杯。还喝？大哥，酒也喝了，可以上火了吧？我们这儿只收现金，代购。 抢我包干什么？把包还我！你们干什么？这什么？到底来干嘛的？听话！